天跟诸位说的是法界的总体，这一段非常重要。由此可知，世间出世间，佛菩萨给众生只是在一念迷悟之间，觉悟就是出世间，迷了那就是世间。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并没有界限，并没有什么两个不同的样子。如果我们要这样想法的，那就错了。世间跟出世间在形象上讲啊，没有两样，无二无别。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也没有两样，同时存在呀。关键就是一念迷悟，悟了的人确确实实见到事实真相，迷了完全见不到了，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辨别明了的。无论是迷是悟，自信确实没有两样。所以诸佛觉悟之后啊，他看大地一切众生皆成佛道，这是真的，决定的不是假的。那么今天呢，底下这一段是说佛道的根源，在第三行，第二句，古对云，古时候这些大德常说，虚空世界，系我自性。说这个话是见到实相。说虚空，说世界，就把这里面一切的人事物都包括在其中。这到底是什么呢？完全是自己的心呢。华严经上所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这个意思我们一下体会不到，佛经里面呢，常常用比喻来说明。比喻说的最多的，梦幻，也就是我们常讲做梦啊。人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啊，还是虚妄分别之处。如果做梦的人正在做梦的时候，他觉悟了，这梦中所有的境界
人也好，物也好，事也好，虚空也好，世界也好，他一下明了的说，啊，全是我自心变现之物嘛。能变的是自心啊，所变的是境界，能所不二啊。能变的是体，所变的是相，是事啊。确实是一，不是二。这样啊，你就见性。禅宗里面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怎么会见法呢？豁然觉悟到所有世界虚空世界全是自己，这就见性。诸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就在此地，凡夫认为虚空世界不是自己，佛菩萨知道虚空世界是自己。凡夫决定不会认这芸芸众生是自己，绝不承认。佛菩萨知道所有一切众生是自己，差别在此地啊。这话怎么讲呢？在海里做梦来做比喻，梦中你梦中一定有自己，也梦到许许多多人梦中的自己是自心变现出来的，梦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啊，还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一个啊，所变的现象是无量无边的，能变跟所变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慈悲叫做无缘大慈。无缘怎么个讲法呢？无条件啊。为什么无条件呢？是自心变现的。所以哪里来的自己呢？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这个是佛所见的，佛所证的。那我们凡夫恰恰跟佛的知见相反，我们凡夫决定不会把外面一切人事物看作自己如果把外面一切人事物看作自己，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世间人与人恩恩怨怨呢，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如果知道同时自己变现的，不就全都了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佛跟菩萨不一样的地方。故得说出这两句话，不简单呐。能说出这两句话，他一定见性的，见性就做佛了。禅宗里面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见性见的是什么呢？见到虚空世界是自己。这叫见到自心了，见到自性了，见性就成佛了。
那么此地说的成佛并不是究竟圆满的佛，天台家讲六即佛，这个是属于分证即佛啊。你虽然见到了，见到是觉悟了，物有浅深不相同，虽然悟了还没有彻底啊，所以诸佛如来果地上那个作用啊，你还没有得到，你是刚刚开悟啊。这个悟里面又有解悟跟证悟，如果是解悟，你还在十法界；如果是证悟呢，那你是一真法界的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就算是成佛了，他有能力随类化身，有能力随机说法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啊，他得自在了。转业报身为愿力身，他要到这个世间来成愿再来，他不是业报了。但是这样的菩萨距离圆教佛果还相当远啊。世尊在大经里面常说，他还要修行三大二十七劫，所以三大二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说的，是对圆初住菩萨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对他们说的。我们今天修行修的时间再长都不算数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你什么时候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这一天算起啊。所以他成的佛教分证佛，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不圆满啊。古人有比喻啊，用月亮做比喻，把射五的满月比作究竟佛果啊，圆教的佛果。那个初二初三的月牙比喻作十地菩萨啊，不是十地，是度菩萨。初住二住那是个月牙了，也有一点点光啊，但是那个光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是月光，是真月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就叫分证佛啊，好像夜晚啊，这个初二初三从月牙起一直到十四的月亮都叫分证，十五呢才叫圆满啊，叫究竟。分证之外啊，还有相似的。啊，哪些是相似的呢？譬如楞严经上所讲的，我们逆目所看的相似的。晚上看月亮，我们用手指按在眼睛上，用力压下去，看到月亮两个。两个呢，那叫相似的，
啊，你会看到两个月亮，相似为，不是真的，是相似的。啊，这个相似也算不错了，总是靠近的。还有啊，完全是假的，决定不能够证到真实的。什么条约？水里面的月亮啊！你把水里面月亮当成真月亮，那永远见不到的，那是月影呐、啊，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这是什么呢？天台家讲名字即佛、啊、名字即佛是有名无实、啊、那么这是天台家的讲法，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那么一般学佛在哪个地位呢？名字为重，天天用功啊，也读经啊，也念佛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念习气丝毫都没有改过来，那这个就叫名字为重，决定不能成就啊！这是水里面的月亮，这个真正会用功的人呢，是要把经上讲的做到。你比如昨天讲的这一段，大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观念，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就是这个看法。就是这个想法，你就落到观行功夫才得力了。观念转过来啊，你的言语造作一定也跟着转过来。前面跟大家讲了，决定不会再为自己了，念念呢为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什么呢？你说为一切众生幸福着想，这不是佛法。这还是世间法。为一切众生呢破迷开悟，这就是佛法。我觉悟了，众生没觉悟啊，我要帮助他觉悟，把帮助众生觉悟啊当作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情来做，那你就是菩萨了，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菩萨的事业跟世间人的事业也没有两样，无论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就在你自己本位生活当中，本分工作里面帮助人觉悟。怎么个办法呢？以往啊，我们的生活为自己啊，现在念头转过来啊，我生活是为众生，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我自己活着，我是为一切众生活着，我是为佛法常住活着，这是菩萨了，菩萨的生活。
往年我的工作辛辛苦苦工作为自己为家庭为自己的名闻利啊，现在呢不为自己了，为服务社会，为服务国家，为服务世界一切众生，念头转过来了。迷的时候是以盈利为目标啊，悟了的时候是以服务为目标，不一样。还是一样生活一样工作，可是那个目的变了，态度变了，为自己有的时候还可以偷偷懒了，无所谓呀，为别人呢不敢偷懒了，偷懒了对不起众生，更精进更努力学己为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是菩萨，都是诸佛如来啊！不要换生活方式啊，也不要换你的工作行业，不需要啊。我们在华严五十三参里面所看到的，那都是诸佛菩萨啊，你看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通通都有吗？那些都是觉悟的人，做出觉悟的样子来给大家看，诱导大家也能像他那样觉悟，那就对了。这个意思要细心去体会。那么这个两句是悟人觉悟人的境界，再看后面这两句，考善恶报应便是祸心的，这两句说的是你反复的境界，前面两句是佛的境界，这两句是反复境界，反复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造业，这个造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善的，一类是恶的，一类是无忌的，无忌无所谓善恶，就叫做无忌。什么是善呢？利益众生的是善。什么是恶呢？利益自己的是恶。佛家这个善恶是这个解释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叫恶呢？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佛清楚啊。你为什么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你本来是佛，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关键就是你念念为利益自己，就坏了彻底。念念执着有个我，错了。只要你执着一个我，
这个执着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执着我而来的。你什么时候把我放弃了，不再执着有个我了，你就超越六道了。所以佛才告诉我们呐、啊，起心动念为我，我，这个我就是你永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妙极了，反过来就成了。我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你就出了六道了，你就超越了。哪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在社会上做什么工作，只要他一回头念念为别人服务的，不为自己的，这个人出了六道了。这个人呢，就证得虚空世界性我自性，他就入这个境界了。这是一真法界，我们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还认为念念是为我，还很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啊？有六道轮回的道理，有地狱恶鬼畜生的道理，搞这个。所以成佛了，破两种执着而已，第一个是我执，第二个是法执。我执破了，法执没破，就像刚才那个月亮讲的那个比喻，你看到是相似的月亮，没看到真实的面目所见啊。我没有了，我没有了，哎，法有啊，你有法执，虽然没有六道了，还有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罗汉、辟支佛、菩萨也有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没见性啊，为什么没见性呢？他执着一切法有，他不执着我了，他知道我没有了，所以他没有六道，他还有什？还有四圣法界。哪一天觉悟了，法也没有了。《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他明白了，法也是假的，法也不是真的，法也是自心变现的。这一觉悟啊，就超越十法界了，他就住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也叫做无障碍的法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四种无碍，理无碍，四无碍，理四无碍，四四无碍，他入这个境界了，这是真我现前的大自在。这是我们要一定要了解要明白的。所以善恶报应
病是惑性，或者迷惑啊，或者痴啊，贪嗔痴的痴啊，痴迷啊。那么六道里面众生做善，善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呢？那跟菩萨有什么两样呢？确实是两样。世间人行善，我行善了，我没有丢掉。我为一切众生呢，还有个我在啊，所以那个善呢，就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的果报了啊。他跟我佛菩萨不一样，佛菩萨利益一切众生行善，没有我啊，绝不执着有个我，不但没有我，也没有法。换一句话说，也没有人啊，修行布施啊，我们凡夫布施执着，我今天修布施啊，哪一个人接受我的布施啊？我布施多少钱财给他了？念念都执着啊。那么这种善呢，就是六道里头的善果。众善因得善果嘛，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诸佛菩萨行布施，无我相，不执着我今天修布施了，不执着，也无人相，绝不执着啊，哪一个人受我的恩惠了没有？也不执着我布施的些什么东西，没有，通通不执着，叫三轮体空啊。事情在做，天天在做，很认真的在做，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就是《金刚经》上讲的立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能见性，他能够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我们说证得一真法界，对我们凡夫说的，他那个心里头有没有一真法界？他说没有，他也没有轮回这个念头，也没有六道的念头，也没有十法界的念头，也没有一真法界念头，那叫真的一真法界。他还要有一个一真法界，那妄想啊，那又错了了。心里有个一真法界，他怎么会清净？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啊，没有这个门，诸位想想，我们这一生还能成就吗？决定不可能。不可能的原因在哪里？我执法执，你断不了啊。你能断，你才能有成就；不能断，你决定没有成就。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做的这个事情，
西方极乐世界等于说他建一个道场啊，收容我们这些人啊，我们到那边去并没有成佛，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断了，我执法执都没破啊。可是他发愿接引我们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是最好的修学环境，这是阿弥陀佛布施给我们的，供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供养他，他供养我们呐、他布施我们呐、所以经上讲啊，这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是大施主啊，在虚空法界第一大施主啊，建筑这么理想这个修学道场来提供我们，我们到他那里去，他以他的本愿威神力量加持我们啊，使我们虽然有烦恼习气，决定不会起作用，烦恼习气有啊，叫待业往生啊，带着去啊。为什么到那边去不起作用呢？烦恼习气是因，要有缘，你才会起作用。西方世界没有缘，贪嗔痴的缘、傲慢的缘都断掉了。这个世间很多资源缺乏，稀有难得，所以大家看得很贵重，起了贪心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人，如果你看到了黄金，你看到一些珠宝，你起贪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黄金铺马路，像水泥一样铺马路的啊，那些嵌宝什么用处呢？建筑材料。今天哪一个人到马路上挖一块现在马路柏油铺的，挖一块柏油摆在身上好看呐、那是有道理的。建筑材料都是砖头瓦块，拿出来戴在头上，就没了。所以，我们这个世间这些东西诱惑我们的贪心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贪了。为什么？你拿这些东西，人家笑话你啊。他动太多了，太丰富了啊！虽然切薄壮严，不起贪心。你要什么有什么，应念而生。我们这个世间贪不到才起嗔恚嘛，样样都贪到，不会起嗔恚心了。嗔恚心不会起来呀、天天听佛讲经说法，你就不愚痴了。那个地方的缘好，你贪嗔痴决定起不来，傲慢也起不来。为什么呢？每个人长得样子都一样，你有什么傲慢啊？这个世间会起傲慢的时候，觉得哎，你这个长得像不如我，我长得比你好啊，那起傲慢心啊。到那里通通都一样，跟佛完全相同，所以你的傲慢心起不起来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这个地方你要不去，
你想靠你自己断贪嗔痴慢，那就难了啊，就不容易了。所以十方世界六道十法界都是愚痴迷惑变现出来的境界，这个就华严里面讲的为识所变，识就是迷了啊，觉悟了叫信，叫心性的迷了就叫做识了。所以考啊，就是考察啊，考察这六道轮回呀、啊，善恶报应呢、啊，通通是迷惑颠倒啊，是这么回事情。这下面是既本一心而观诸法，故我佛法门。唯以心为道也。啊，这些话，句句都重要。啊，既然原本就是一心，一心而观诸法，这个法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里面了，一样都没有漏掉。这些法怎么来的呢？一心所现。所以一心就能够观一切法了。观是贯通啊，没有障碍啊。你今天想求智慧，智慧从哪来啊？智慧是自心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只要你得一心，诸佛如来果地上啊圆满的智慧，你就现前了。你如果想得一切法，还是这个道理。即使你证得一心，这一切法你全得到了。净虚空变化界。都是你自心变现的嘛，你哪里会有欠缺的？你圆圆满满得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门我们说的是什么？唯心为道啊！佛法讲正道。什么是道？自己的心就是道，自己的心就是佛，自己的心就是法界，自己的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离开自心，无有一法可得，这是真理呀、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这一行啊，这文字在此地只占一行啊，这一行讲的是佛道的根源。也可以是佛法的根源。
下这一段对我们说法界的缘起，这就是说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今天许许多多人都在探索啊，宇宙怎么发生的，生命从哪里开始的，世界这产生许许多多的哲学学说啊，那么有人说人是猿猴进化来的，你们相不相信？你相信我不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呢？现在还有种猿猴，为什么一部分猿猴变成人一部分不变成人，哪这种道理呢？你要说是人是猿猴变成的，现在应该不应该再有猿猴了？为什么都变成人了吗？哪有这个变那个不变，哪有这种道理呢？细细去想想，不能自圆其说。猿猴倒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变成人，修行啊，狐狸修行会变成人呐、猿猴修行也能变成人啊，他要没有修炼的功夫，他变不没办法变成人啊。狐狸修行变成人真的是我见过啊，所以我相信 在这个过去50年前抗战期间，我住在湖南衡山啊，那一家他2层楼房啊，也是一个财主，他那个楼上就住的狐狸啊，也是一家狐狸啊，这个住了10几年也相安无事，但那个楼上从来没有人敢上去，狐狸也常常下来下来的时候散步啊，很多人看见那个狐狸，听说狐狸要修500年才变成人形，大概它还不到500年啊，我们看见是一个人形啊，不是女的，是男的，穿的是蓝布的长褂啊，但面目看不清楚，很多人看见，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这个清楚的面目，这面目模模糊糊的，所以大概500年还不到，他已经和人的样子出来晃晃了，那真有不是假的。那么这个事情呢，还是佛法讲的有道理，讲法界缘起，就在上《引华严经》上说的，华严云：“先入工化寺，造种种无蕴，一切世间中啊，无不由心造。”《华严经》上这一首偈，这个四句非常有名。你看古来许多祖师大德讲到法界缘起啊，都引用华严经这四句话来说。那这能造的是什么？心啊，所造的种种无蕴啊，种种无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离不开无蕴吧？无蕴是色受想行识，
色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你离不开物质，而佛经里面讲的是实在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基本的粒子构成一切物质现象的基本的物质，佛家称之为色。佛说这个色法就是基本的物质有四个现象，这四个现象他用四个字来做代表，地水火风他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物质，虽然很小现在用高倍的显微镜能够看得出来，能够发现看到它存在，它是一个物质。在佛法里面天眼可以看到，佛眼看得更透彻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这不是天人的天眼，天人的天眼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天眼呢能够看到微尘，可见的微尘很小了也许就像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原子阿罗汉能够看到，那我们凡夫看不到可是比微尘更小的四俱极微，极微之微阿罗汉看不到，佛看得到这个是色法里的最小的，最小它也有四个现象这四个现象讲地大它是物质你能够看见火大它有温度这个基本的物质它有温度，水大它有湿度那么现在人讲叫带电，火大就带阳电，水大是带阴电，它带电风大，风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风是代表动所以它这四个基本的现象跟现代物理学家观察的这个现在所谓的量子力学没有两样佛比他观察的更详细更清楚佛不需要利用仪器他的两只眼睛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看他看一切这个物象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都是这个基本物质组合而已所以叫缘生一个现象就生不是缘组合成功它就生了缘散了它就灭了好比我们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许多缘凑合的有水泥有钢筋有砖头有瓦片再加上人工把它这么排列起来这栋房子起来了如果把它拆下来的时候它还是那么一堆东西吗房子没有了你试问房子有没有生灭了不生不灭为什么组合起来它这些材料没有生拆下来的时候那些材料没有灭房子是个幻象
啊，拆了堆在那一堆，你为什么不叫它房子呢？那都架起来排起来，你叫它房子啊？注意细细去想这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这些基本物质的组合而已，组合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形形色色，森罗万象啊！那么这是说的物质的一部分。除了物质一部分之外，还有精神的一部分。精神这一部分呢，佛讲的是受想行识。受呢，你有感受，你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这个四，这个后面的四种都是属于心法。你有思想，这个思想是思想叫妄想啊，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识就是分别执着啊。行，行是个相续的相，念念不断，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啊，念念不住啊，这叫行啊。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这一分析总离不开这五样东西，这叫五蕴啊。五蕴从哪里来的？五蕴是制造出来的，是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心能现的，五蕴是所现。所以比喻心如工画师，工画师用现代话叫画家了，很会画画，画家。造种种五蕴呢，他会画画，那个画呢是他心里想的变现出来的，这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画家，把世出世间一切法比喻作画，这个画是画家画出来的。世出世间一切法呢，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自心啊，绝对没有一法可得。那么这个心太重要了，心在哪里呢？楞严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尊者，问他心在哪里？阿难比我们聪明呢，说了七个地方，释迦牟尼佛都给他否定掉了。我们说不出七个地方啊，我们你心在哪里呀？心在这里呀，这个心怎么能造万法呢？给诸位说，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心在哪里？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心啊，是自己的真心啊。心的功能无比的殊胜，见闻觉知都是心的起用。我们在夜晚看到天空的星星，有许多星星距离我们很远呢，几十个光年，
我们睁开眼睛就看到他们。如果我们的心到不到那个星球那个光，你怎么会看见？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诸佛如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的啊，绝对不是说哦，他成佛了，他的心量就那么大了，我们凡夫心量就没那么大。错了，凡夫心量还是那么大。啊，是自己把它变小了。啊，其实变小了还是那么大。啊，这怎么个说法呢？佛在《楞严经》上有个比喻。佛把我们的真心比作大海，海很大了，把我们的妄心呢，现在的一个执着的心，分别执着什么，比如说大海的这个水泡，起了个水泡了，然后你就认定水泡是自己的真心，你错认了，不知道大海才是真心啊，不知道啊，哪一天水泡破了，豁然大悟了，哦，原来我们的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本来就没有两样，在你也没有两样，决定不会说迷的时候你心里小了，悟的时候就心大了，没这个道理。迷悟不二啊！迷的时候心包太虚，两周杀界；悟的时候还是心包太虚，两周杀界。不过是悟呢，得到受用；迷的时候很苦恼，不得其用。差别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法的缘起。以心为道啊！佛法的修学目的就是明心见性。啊，为什么要明心呢？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心不明白吗？因为不明才要明啊。因为不见才要见呢，明心就见性了，见性就明心了，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可是这四个字，它真的有两个意思。这里面说了一个心，说了一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心是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是什么呢？心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对于妄想分别执着这桩事情彻底明白，明白之后啊，原来就是真如本性，这叫见性啊！见性就成佛了。千经万论，无量法门，都是为这种事情。这叫佛道啊！我们今天采取的方式。是用念阿弥陀佛的办法，目的呢？目的是在一心不乱呐，一
心不乱呢，就是此地讲的一念自性。我们念佛果然念到一心不乱，就是一念自性现前，就成佛了。这个法子妙啊，在一切方法里面第一殊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用念佛的方法成佛。比哪一个法门都快速都稳当。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的。一切世间中无不有心造，这两句把这个法界缘起说出来了。前面两句比喻啊，一切世间在佛法里面讲有情世间，我们现在讲的动物啊，气世间我们现在讲的植物矿物啊，还有一个知正觉世间。知正觉世间用现在的话说来说，与我们生活在不同时空维次里面的一切众生都是由心造的啊，谁的心呢？自己的心呢？我们自己的心跟佛心跟众生心给佛说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这一个心就好像大海一样啊，我们在大海里起了许许多多水泡啊，我是这个水泡，你是那个水泡，他是又是一个水泡啊，水泡通通不一样啊，个人执着个人的破了都一样，都没有离开大海，大海才是本性，才是真心，变成水泡那妄心。所以你一定要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你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然就关怀，自然就爱护啊。这种爱护就是自己爱自己啊，自爱自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轻慢别人就是轻慢你的自信，你尊重别人就尊重自信，关怀别人就关怀自己啊，不肯照顾别人就不肯照顾自己啊。凡夫迷惑啊，分自分他，诸佛菩萨觉悟啊，没有自他这个念头啊。所以能够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帮助设法界一切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啊，是自不是他嘛啊。所以唯有诸佛菩萨才有真正的爱啊。佛家不讲爱，讲慈悲，慈悲就是真的爱。世间人讲爱啊，假慈悲啊，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世间人感情用事啊，今天好了明天就恼了，这是大家常看到的现象啊。
不但你对人靠不住啊，一个人自己对自己都靠不住。你看早晨欢喜，下午发脾气，这是事实吗？你对自己都保不住啊，你还能对别人保住啊？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们学佛明白了，人家说好啊，我们笑笑好，未必真好啊，别计较。他说不好也好，未必真不好啊。我们为什么这么看他呢？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呢，摄心未定呢，他那个心是不一定的，常常产生变化的，前念跟后念就不一样啊。所以他不是觉悟，觉悟人的心啊，真常永远不变啊，所以叫慈悲，或叫关爱啊。慈悲就是关怀，就是爱护，就是全心全力帮助，永远不会变的。你喜欢佛菩萨，佛菩萨爱护你；你恨佛菩萨，佛菩萨还是爱护你。你侮辱佛菩萨，陷害佛菩萨，糟蹋佛菩萨，佛菩萨依旧关怀你，依旧爱护你。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我们要学佛就要学这一点啊，要学真的啊，要干真的，不要干假的啊。我们知道世间人在迷惑状态全是假的啊，你要能够体谅他了，经常常讲怜悯他了，不要去责怪他啊，他很可怜，前念后念都保不住，你怎么可以责怪他呢？一定要以善巧方便诱导他，帮助他觉悟过来，帮助他明白，这就对了。接着底下呢，他引起心论点一句话，起心论云：有法能起摩诃言性相，所以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这皆此意。这一句话就不能细讲，细讲占很长的时间啊，我们只抓它的重点。它的重点呢，法，法是什么？众生心，这个要记住啊，法是众生心啊。众生心就是自己的心啊。这个众生不能看作哦，很多很多人呢、啊，很多人的心啊，那你就看错了。啊，众是种种，种种人，种种事，种种法。这种种生起来的那个心啊，它怎么生起来的？它从心生起来的。这个众生心是这个说法啊，不是说的好多好多人的心，那个心就乱七八糟了啊。这是一切众生生起的那个心，十法界一真庄严，
生起了这个心呐、那么这个心呢，正是前面所说的虚空世界性我自性，是这个意思啊。虚空世界是从这个心里头生出来的啊，这叫众生心。是心呢，这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当然，这个心能生万法嘛，当然能够包含了一切万法。这心包太虚啊，就这个意思。下面本经呢，地藏菩萨也有这个说法，是自地藏菩萨所言，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于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啊。那么这是再回头来看到本经，本经也是这个说法啊。这是略举经论的来说明这种事情。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事情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常常讲的，就说明这桩事情了。确实要常讲，常讲啊，你就常听，听得耳熟了，印象深刻了，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豁然大悟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如果不常听，不常常注意，这注意不常想它，不常听它，你永远不会开悟。教下是天天讲啊，释迦牟尼佛49年天天讲啊。中文里面虽然不讲，叫你提出疑情，就是常常想着这桩事情，不要忘掉了啊。比如说一念自信，提念瞻及。自信之用啊，自信之心用本虚灵，就这四句，这四句叫话头啊。你常常想这四句，没有答案。如果你要想到答案，那就当妄想，没有答案，这叫提起疑情。小疑就有小悟啊，大意就有大悟。他用移情的方法来帮助你开悟。这个教下呢，是天天听讲，天天熏习，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你开悟。方法不一样，目的都相同，都是叫你明白事实真相。明了之后啊，你就超凡入圣。不明了是凡夫，明了就是佛菩萨。所以这是佛法的缘起啊，法界的缘起啊。地藏经这个地藏菩萨所讲的说的多一点，
说得详细些，一切诸法，包括世间、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了华藏世界，包括了极乐世界，都是从心所起，于心作相。于心作相，现出来这个相跟心一定相应。极乐世界的相为什么那么庄严？心清净，心真诚，真诚清净平等觉心，就现出无比庄严的相好。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这相为什么这么不好？作恶啊，无著卧室，著是什么？污染啊。卧是什么？邪卧啊。我们的思想见解错误了，叫邪知邪见呐。卧是造食物业，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我们现出相，怎么会现出好相来呢？相是随心转的嘛，心好相就好，心恶相就恶。我们看人，如果你冷静一点观察人，你看那个人容貌很清秀很善良，他心善啊。你看那个相貌很凶恶，心恶，相随心转啊。你喜欢的时候那个相很好看啊，你不喜欢的时候的相好难看啊，这很明显嘛。那这一个人的相不一定啊，刹那刹那在变呢。只要你观察入微眼，你就完全明白了。什么人的相不变呢？佛的相不变。佛佛道同，佛的心是到真正寂静的，这个里面叫体缘沾寂，他沾寂到的达到圆满了，不变了，所以佛的相不变了。菩萨的相没有达到圆满，所以菩萨的相还有变，但是变得少了，这个幅度小了。那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也是如此啊。如果你的生活很清净，妄想很少，你的变化了就不大。如果你每一天妄念很多，思想很复杂，你的变化就很大。我们世间讲老化了，人为什么老了？那古人说得很好，忧能使人老。你为什么老了？忧虑太多了。尤其是人上了年岁了，老得特别快。什么道理呢？老年人患得患失，得失的心呢格外的执着。年轻时候他还没想到啊，年老的时候怕的是没有人养活了。哦，那对这个财务上那个执着非常严重啊，天天都是想这个，日夜都不停。哦，老得好快啊，这老化了。所以你想想古人讲这个话了，非常有道理。如果你没有的事情，心地清净，心地自在无为，这个人呢
虽然年岁一年一年增长啊，不容易老。啊，我们细细观察，有很多人年岁大的，看起来很年轻；有时候年岁很小的，看起来很衰老。啊，那什么原因呢？心不一样啊！啊，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一个忧虑少，一个忧虑很多。道理都在此地。啊，所以于心作相，和合而有。啊，共生共灭是什么？这个相。相的生灭呢，是跟着心的生灭。这佛经常讲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啊，心灭则种种法灭。啊，同无有住啊，心无有住，所以相也无有住。啊，这一切境界随心所缘。